不要客气，没什么菜啊。太客气了，预备了这么许多菜。别客气了，你姨父今天不在家，家里人手又少，真是怠慢你们了。姨妈，您太客气了，真的，要是姨父能回来呀、啊。那今儿晚上就更热闹了。一年一度，请老太爷多喝一杯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是主人呢。今天没有外人，您也可以多喝一杯。嗯，明天你跟我们秀小姐结了婚呢，您跟我们也是一家人了。喝多了，哎，再喝一杯，不能再喝了啊。吃完了还要到戏院里去排戏了啊？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歌舞团在新年里要公演，所以这几天忙着要排戏。哦，真的累死我了，一点儿空也没有，一天排这么十七八个钟头。哦，哎，是不是唱毛毛雨这类的歌呀？毛毛雨不准唱了。我们唱的是新毛毛雨。哦。什么呀，小妹妹，没有什么淘气呢。喏，你看这嘴吃得一塌糊涂。说呀，要什么？好吗？他说要姐姐唱一个歌儿。那很容易。不过我唱一个歌，你也得唱一个歌，跳一个舞。咦，不是姨妈说你在学校里也登台表演过吗？那么您先唱。好吧，可是我唱了你不中赖啊。那么你弹弹吧。干什么？你来好了。Thank you.
好极了，好极了。老太爷，请不要埋没了小妹妹的天才，您该让她有一个表演的机会。假使可以的话，我们新年的公演的节目里面可以请小妹妹来客串。我想，这恐怕有点不相宜吧。我可以登台。当然了，我们请你来客串，我给你在报上登大广告，中国夏兰登本胡咏咏小姐登台客串，我给你做一套最好看的跳舞衣服。好。妈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好极了，我跟你一块儿表演。爷爷，不要紧的，我可以照顾他。爷爷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，爷爷，爷爷，我要去，我要去。好，可是就是这一次啊，过了年你还是要去念书啊。好，那么我们一言为定啊。好，妹妹，我们可以一块登台了。哦，时候不早了，恐怕他们已经在那儿等了。多谢多谢。还早呢。不，因为要排戏。那么要说明年会了。好，明年会啊，明年会。小妹妹，明年会啊。明年会啊，明年会。明年会啊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好走，好走啊。让他们给雇两辆洋车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们自个儿去雇吧。好。秀霞，明天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呀？明年。明天就是明年了，过两天就来拜年，跟爷爷拜年。拜年倒是不敢当，没事咱们来打个小牌儿。好的，姐姐。谢谢你啊，明年会啊。明年会啊。大门的很，明年会的啊。老太爷，请留步吧。不送不送，明年会，明年会。大门，走好了啊。明年会啊。爸爸，他们走了。他们走了。时候不早了，睡去吧。明儿早些，早一点起来，穿新衣裳，吃年糕啊。赵妈，去把那个碗都收拾下去吧。
2毛钱金钱豹，快写。哦。金钱豹，找你10毛钱。啊。好口彩，新年第一注生意就是块喜字洋钱，这块钱我要了。哎，新年第一注生意你就像汤私房？什么？我跟你辛辛苦苦做了一年，新年新岁的我要块洋钱还不成吗？兔子这样的亏本你还像汤私房，有良心没有啊？啊，我藏你的私房？我到底藏你多少私房？那你不藏顶好了。这块钱我要了。不能够，一定不能让你要。我偏要。喂喂喂，1块钱毛钱。啊，10块啊，拿着吧。找出去了，什么好口彩不好口彩的，大奖没有份儿。这是5块，4块，12毛。对了啊。明星广播电台特请张云莲女士独唱《雾谢之歌》。是吗？这个舞戏之歌现在马路上的小孩都会唱的，可是最初唱这歌的不是咱们的梅思阳吗？对呀、啊、给大家一唱我就懒得再唱了。可是今天能不能请梅思阳唱一次给我们听听呢？好极了，咱们洗耳恭听。哎，可是我这两天嗓子坏了，简直唱不了。既然大家要你唱，那么你就唱一个吧。可是唱得不好恐怕大家会笑吧。哎，哪儿的话，大家一定静静的。好了，你来唱一个吧，我来替你弹琴。哎，好，请啊。来，请吧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请，大家请啊。面子，要杨小姐唱一个歌是不容易的。哪是你的面子？要不是吴行长说没时间肯唱了。哦，杨小姐，这是换来的钱，辛苦你了。咦，这块喜字洋钱，给了你吧，谢谢，谢谢杨小姐。这个傻丫头。请那边坐吧，请那边坐，请那边坐。
杨小姐，你去用点点心吧，我不要吃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赏钱了？不，杨小姐特别给我的。特别给你的？上次姑太太给的赏钱我不是跟你对分的吗？姑太太我也伺候过呀，她给的赏钱我当然有份儿，可是今儿个杨小姐另外赏给我的。话不是这样说呀，有钱大家分，这是规矩。你现在上会八级了，少奶奶太太喜欢你，你就把以前的事情全忘了。你进来的时候谁把你见进来的？没良心。没有良心，你见的我，可是太太少奶奶欢喜我呀，这跟你有什么相干？哟，你拿少奶奶太太来压迫我吗？哼，拍马屁不要脸，你给我搬出去，我这个屋子不能让你住。这房子是东家的，也不是你的。哼，现在算你横了啊，没良心的。我瞎了眼睛了，把你当好人，什么东西都送给你。哟，谁稀罕你那些个了，都还给你。都给你，我也送过给你，袜子雪花膏都还给我。还你，还你好了。东西还了你了，钱我还是要分的。怎么着，我的钱为什么一定要分给你？你给是不给？不给你怎么样？你拿着去。干什么？你抢吗？你变了，老是避开我。哎，你不知道我忙吗？今年里老爷应酬多，一天到晚简直没有空。没有空，赌钱的功夫倒是有着呢。没有良心，算我们也长住了眼睛。哎，算什么呢？算什么呢？敌人看见像什么呢？你不是说过等过年的时候开个汽车带我到大世界去玩吗？这很容易，只要我有空，只要老爷的汽车有空。你不用骗我，回头有了空更找不到你。你这没有良心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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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哭了别哭了。你来干什么了？哥哥，我找到你好大半天了，没有找到你。有什么事呀？嫂子叫我来找你的。他找我干什么了？嫂子说叫你赶快回去，他有要紧的事情跟你说。你先回去跟他说，我没工夫。哥哥，给我几个钱用用。现在我没钱，等一会儿给你好了。等一会儿没有？那么嫂子一定要你回去，
要是不回去那是不行的。我要是跟嫂子说，说你没有功夫，她又不相信，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哥哥，我看还是回去吧。哥哥，还是回去吧。拿去。哥哥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告诉嫂子，就说哥哥没有功夫，很忙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真讨厌，一天到晚要钱，事情又不肯做。嫂子，哥哥事情很忙，他不能回来，他叫我回来了。哥哥给我找到了生意了，他叫我马上去做生意去。哥哥说这件衣裳太旧了，他叫把他的新衣裳给我穿。哪一套新衣服啊？就是这一套了。你哥哥的衣服你能穿得上吗？勉强穿一下，这衣服实在太旧了。嫂子，你给我拿一拿去。你怎么能做呢？妈妈，你的忙啊！谁叫你帮忙啊？你，他讨厌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这么大个人还跟那小孩似的。你看，穿裤弄坏了。他妈的，你认不得我了？你真是阿光吗？他妈的，我人头也没换狗头，怎么不是阿光？你这套新衣服你发财了吗？我现在有了事了。什么事啊？在一家大公馆里做保镖，每天汽车出进。呵，你还当保镖的了？哼，你别看不起我这大胖子，要是强盗来的时候这么一仗，他妈的，你真闹，可把我吓死了。哎，你发财了得请客呀。走啊。好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他妈的。好嘞，你还当保镖的呢。这点心店真蛮好，请客呀，请客，进去。
这一家蛮好的呀。这家不行，我昨天来吃过，菜烧得坏极了。那边不是点心店吗？走啊。嗯，干什么？我先看见的。什么？这钱是我掉下的。大家有份，对分。我的钱为什么跟你对分？你的钱人家掉下来的吗？看着没有？我看见了。放屁！拿下不拿来？你抢钱了。拿出来，我跟你拼命！打架了，拿出来！你的钱，我看人掉下的。警察来了。什么事？我掉下了一块钱，他跑过来就抢。不，这是我的钱。你的？看你这样能有一块钱？对呀，看样子就不像。钱掉在地上，他就来抢，还了得？抢！去去！再多说，带到你局子里去。去吧。走。那我们回去。掌柜，算算账，2460。嗯，我来，别客气，哎，别客气，我来。我一块钱呢。一块钱呢？哎，你真的带钱来了吗？这儿好欠账吗？这不可以欠账。哎，我先走了啊！再会。哎，你再走。钱还没给呢。买票，一张正厅。快点，买票。
到，新年到，大家快乐又逍遥，红花绿开满地遍，吹吹打打闹腾跳。对面的嫂嫂穿新衣，隔壁的大姑娘装得巧，装得巧嘞，装得巧，我在那门前喊大叫，小阿猫真会操，清早起来了满街跑，这些事情都不干，站在人前的放鞭炮，噼里啪啦几声响，将家妈妈的吓一跳，吓一跳来点一跳，一壶开水还没换衣服吗？什么？你又要先走了？是的，因为我有一点要紧的事情，去看一个朋友。朋友？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？这个，那当然是男朋友了。哼，男朋友，我早听见你的电话了，又是那个老妖精。没有这种事情，你不要瞎说。瞎说？你自己做错了事情，还说别人瞎说？你去好了，以后永远不要再见我。那也何必呢？就是交几个朋友，你又何必这样生气呢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啊！好了，不要哭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给别人听了怪难为情的。好了好了。不要哭了，我真去看一个男朋友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叫人呢？啊？先给我几个钱，钱？我有急用，先给我20块钱，好不好？好。
你瘦了，你想好吗？没有什么，我在沪东的一个小学校里教书。哦，对了，咱们在学堂里的时候，不是只有你跟我最爱唱歌吗？现在你做了歌舞明星，我呢，在小学校里教孩子们唱歌。那比我好多了，小孩都很天真，可是戏园里头的看客实在太不天真了，老师爱看什么肉感跳舞了。对了，我也不懂这种人是什么意思。你的生活怎么样？像我的这样生活实在过厌了，给别人看不起。别这么说，这个世界上女子找职业本来是很难的，不过只要能吃苦，像我这样当小学教员也能过下去。进来。江小姐，快上堂了。哦，知道了。慢，你把你的地址写下来，得空来看你吧。好极了，你进来啊。全是人家给我的，不是给你的。黄金嫂子，哦，你才回来？哎，你妈妈已经得了疾病了啊！妈，妈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刚才啊，她肚子疼得太可怕了，我已经替你去请了一个医生了。请了医生了吗？是啊，可是医生来了之后哪来的钱呢？钱我这儿倒有，是刚才一位大财主赏给我的。哦，那好极了，这位财主真是你的大救星。姐姐，医生来了。哦，医生来了，请进来吧。哦，好，好，当心，当心。什么病呢？他起头嘛就叫肚子疼，越疼越厉害，到后来嘛就疼得像肠子在里头绞似的。嗯。怕是火乱症，吃个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没有？没有呀。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对门做喜事，有许多残余剩肉扔在后门口，他看着觉得可惜，他就把它拿回来吃了。嗯。哦呦呦呦呦，哦呦，这个怎么能吃呢？赶快拿去倒掉它吧，快点去倒掉它。拿个茶杯来。先把这个药水吃下去，大概不要紧。
先生，你们很苦啊，怎么会可以不要？不过这个药要花很多的钱呢，好吧，这一块钱就算买药的钱吧。你拿我的名片，到我街边那家药房去配药，可以不花钱了。啊，你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。你扶我，当心，当心，先生。喂，慢着，停下来。喂，你为什么寻短见呢？请您别管我，我实在活不下去了。好死不如赖活，你为什么这个样啊？你有什么事情这么伤心呢？我的儿子出门做生意已经几年不回来了，我儿媳妇欺负我，不给我饭吃。可怜了，可是你死不得，也许你儿子就会回来的。这块钱给了你吧，可是你不好再寻死了。谢谢您老先生，谢谢您啊。是，这一定要请老兄帮忙啊。是，那我当然知道了。不过，只要一过了端午节，我就全数归还。不过，那我自有宣告清理。喂，班长。那你赶紧去出张布告，今天提早收拾，提款的叫他们明天再来。可是外面人是很多的，都是些三块五块的零星款子。那不管了，你去通告他们明天照付。哦，是。要是交易所来电话说我不在啊。是。喂，谁呀？哦，杨小姐，请您等一等啊，杨小姐的电话。喂，啊，丽娟吗？啊，你知道今天是几时了？那么你答应我的事呢？我知道。可是这几天行里的事……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呀。我的开销怎么办呢？单红川公司一家就得四百多块，还有别的账呢。知道了。好，我替你想法子。好。
霍生，你过来。你打了电话到中国航空公司，订一个座位，快。你快把车子去开到后门去。是。哎，喂。这儿有100多块钱，回头你马上就送到杨小姐家里去啊。是。哎，快开到虹桥飞机场。虹桥飞机场，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吴经理走了，银行倒了。天送来的那封信给我拿来。
好消息报告给组委，就是今天我们特别情商请了一位6岁的小姑娘何永永小姐来表演一个节目。10块钱，预先扣去利钱1.5元，手术费5元，这是8块钱，4个星期还清，每星期付1块钱。好好好。哎，给我2磅蟹，一只好不好？再拿一个。这2只本钱也要5元。得了。一粒开花大把果啊，玉龙飞马三股啊！哎呦，强盗！救命，强盗！哎，强盗！救命啊，强盗！救命啊，强盗！强盗！哎呀，强盗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强盗！你这性命啊！啊，老刘，虚了，看，强盗吧！
来的大洋琴啊！哎呀，乖乖，真个大洋琴啊！真的大洋琴呢？乖乖，大洋琴呀！我的，弄把我的去了。你的，你的，我的，就是大洋琴呀！我的，我的，乖乖，我要做生意去了。卖东西，我的，卖东西，我的，卖东西，我的，我的。哎喂，小三，借一块大洋琴呢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好，你看看。小兰子得了大洋琴了，快去看。大娘子来快。哎，小兰子干的。快去看。好运气，你看，一块大洋钱呢。哎，你挖的了，你没看见？哎，我就知道今天早上喜笑叫一定会有运气的。哎，这钱是我的，你的，你的为什么不拿去？哎，阿四，咱们是老朋友，哎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，你拿出来，咱们一起买酒吃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的钱为什么给你买酒吃啊？这钱是你的，这钱是我的。好。你不讲理啊！你抢啊！谁不讲理啊？你不讲理、啊！你打算怎么样？我打人，我打人打你！哎呀，操！好，打！哎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二爷来了，二爷来了！什么事？他们为了一块钱，这个为了一块钱，他们这个打起来了。嗯。什么钱？钱在地下扒出来的，他没看见，我看见了，他抢了。钱呢？钱在他口袋里了。拿出来。快点。钱在地底下爬出来。就大家有份，交给我啊，我给你们管账。过一天，我们买了酒，大家喝好了啊。Thank you.
懂得，请您帮忙了。立刻停他的生意，从今以后不准在这一带跳舞。是是是。停生意，好的。可是凤台跳的舞票给我。您不要想了。舞票，您大爷不少您一个钱。拿去。您别哭了啊，这个钱用不着买舞票，你拿回去吧啊。哎，一块钱是五票，我方才跳了14票了。这个，哎，对对，跳跳。哎，诸位，没有跳舞啊，跳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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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有跳舞跳舞啊。哎，不成不成，今天至少得付清一个月，老是这样，初一挨到15，15挨到20，今天是25了。再拿出一块钱来，这是9月份的房票。可是，好了，我们大家凑凑看够不够。哎，爽快一点。收房钱的从来就没收过毛钱跟铜子儿。哦，张曼姐，到底给我找到了，好久没有见了，你好吧？好什么呢？你看我这样子，你呢，好吗？啊，请到这边来坐吧。你请坐，今天怎么有空来的？我有点要紧的事情跟你商量。哦，嗯，那么你等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来啊。帮帮忙吧，这已经有5.75了。哎，多说也是没有用，赶快再拿出一块钱来。这些毛钱就是你凑满了一块，我也不会要的。可是我们身上的钱全都交给你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今天没有一个月的房钱，明天请你搬出去。房钱还差多少？还差1块，这些个零钱他也不肯要。1块，那我有。好了。
好，还有两个月，过两天我再来拿。哎，想不到你来了，救了我们的急。你的事情呢？我不干了。那个时候你不是跟我讲过吗？只要肯吃苦，总可以过下去的。所以我现在来找你，我准备跟你一样的吃苦。真的？像我们这样的生活，你受得了吗？吃苦比出卖人格好得多了。那好极了，我们大家在一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，你走路不睁眼睛吗？上，请您换一换吧，这块钱火烧过的。什么？火烧过的？看清楚啊，我手里没花洋钱呢。哎，就是不换也不能用了。大洋钱不能用。给你毛钱。拿我的钱了，我的盘费都给他拿掉了，哪一位拿我的钱了？谁拿我的盘费去了？谁拿我的盘费去了？我的钱都给人家拿掉了，我的盘费，我身上的钱不知谁跟我偷了，这是我的盘费呀、啊，盘费都给他拿去了。哎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刚从安徽来的，找亲戚没找着，正打算想回去，冷不防来了一个僧人，在我身上这么一撞，我在身上一猫，盘费都给他拿去了，先生。我看这人一定是挨打。什么叫挨打？挨打就是专门骗人钱的。去吧，警察来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这块钱给你吧。哦哦，谢谢老爷救苦救难的老爷。谢谢了啊。诸位，你们跟我乡下人评评理，看他欺负我乡下人，一块钱换2950，昨天还换3400呢。啊，跟他说他又不懂。我告诉你，自昨天起大洋钱不能用了，要用法币，你懂不懂啊？什么话？洋钱不能用啊？不能用了。你骗谁呀、啊？我活得60岁了，我没有听说过。今天还好用啊，过了几天呢，你带在身上要犯法了。笑话，你骗傻子去，带洋钱在身上也犯法吗？嗯嗯，你说你要换多少还给我吧。你要啊？3400。3400啊？哎，你换到天边也换不到了。我看你可怜，3000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哎，先生，再加几个好啊？
一块，二毛半，是不是一块二毛五分？
你说今年比去年好吗？比去年快活吗？为什么呢？今年爸爸回来了，大家都在一块儿了。哎，说得对，但愿明年比今年更好，更快活，你也更聪明，更好看，更幸福了。时间不早了，蓉蓉去睡好吧。对了，去睡吧，明天早一点起来，穿新衣裳，吃年糕。爸爸抱你去睡好吧。做什么？给我压岁钱吗？对了，给你压岁钱，愿你年年如意。